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呢又跟大家分享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今次呢跟大家讲解的呢就叫做一直叫做黑墨，英文叫做 Scaly Conutum， Scaly S-E-C-A-L-E Conutum C-O-R-N-U-T-U-M 黑墨。咁大家 都有机会都食过墨，是 Rye 黑墨。咁我知道呢，如果是那些黑墨呢，如果是储藏得不好的话呢，就有时呢就会出一种叫做墨角中毒的病的。咁呢种一种是真菌，呢啲真菌呢如果是一个潮湿的阴暗的环境呢，就好容易呢就会出现呢种咁样的真菌的。咁呢真菌的排出来的毒素呢就一种非常之劇毒的。咁通常呢如果中咗呢种咁样嘅即係墨角嘅毒嘅人呢，通常呢就会好容易就会流产啦咁样。好啦，咁如果呢喺欧洲呢曾经出现过呢啲咁样嘅事故啦，咁当时啲人呢就唔小心食咗啲面粉呢，係呢啲咁样嘅黑墨嘅面粉呢，係已经即係生咗啲真菌嘅。咁於是乎呢就好多时候呢食咗呢啲咁样嘅面粉制造嘅食物啦，咁好快呢啲人呢就会出现死亡啦。死亡之前呢会有一种大量嘅抽筋呢，或者呢出现呢个四肢个踝椎即係溃烂脱落嘅黑晒咁样嘅。咁最后呢佢呢就会出现流血啦，或者呢就係嗰个吐泻啦咁样。咁通常呢就算啲人唔死都好啦，即係当佢下即係全部落嚟嘅人呢，通常呢变咗都系一种皮黄骨瘦啦。咁呢佢就或者呢个身体呢就系瘫痪咗啦，嗰、那个四肢呢就会变咗形啦，同埋呢嗰个感应呢即係出现问题嘅。咁好得意嘅。咁通常呢呢啲患者呢佢成个过程里面呢个头脑都清醒嘅。咁可以咁话呢係保持一个好嘅胃口嘅。咁呢个呢喺我自己嘅临床经验呢，我处理过好多呢一类嘅呢类嘅病人呢，通常都系有呢个情况嘅。佢哋呢虽然呢嗰个身体嘅肢端啊，譬如脚趾啊
已经烂到咧就黑晒啊，甩咗脱落嚟噶啦。但系咧，佢哋仍然都系胃口正常噶，同埋咧佢嗰个神智都好清醒嘅。好啦，呢、这个嘅黑墨咧，呢、这个嘅同佢疗剂咧系食 K 里咧，通常咧系适宜一啲两类嘅人嗰种体质啦。咁一种咧个人咧就系好敏感嘅，都可以话都系比较大只啲嘅，周身臃肿嘅敏感嘅人咧，或者一啲好皮黄骨瘦嘅好软弱嘅瘦掹掹嘅人，或者咧系一啲即系老弱嗰啲老年残弱嗰啲人人啦。咁通常咧女性咧，通常咧就佢啲肌肉咧系松弛啦，所有嘢都好似系好松懈放开晒咁样。全部嗰啲个血管咧都可以咁讲咧，就系冇晒弹性嘅。咁呢个嘅疗剂咧 ，Sakali 咧系适用呢啲种咁样嘅体质嘅病人噶啦。好啦，咁我哋呢个嘅Sakali 呢个黑墨咧，个应用嘅范围咧，其实有两大嘅地方嘅。第一个地方咧系子宫嘅毛病。咁譬如有时候咧，啲人产后咧就流血，咁记住咧，佢嘅流血系一种流色嘅黑色嘅血嘅，好深黑色嘅血嘅，就唔系普通鲜红色嘅或者乳红色嘅，系讲系黑嘅血。咁同埋咧就好容易咧有嗰个流产嗰种咁样嘅倾向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咧呢个咧系一个好几好嘅疗剂啊，就系、是、帮助咧系处理嗰个流产呢方面嘅问题啦。咁通常咧嗰、那个病人咧好可能咧喺作流产嘅时候咧，喺嗰个子宫咧就排出嚟啲血咧都系好深色嘅血嘅。咁同埋咧佢作动啊抽动咧都系好不骨规则啊咁样，或者抽动咧系可能咧系太过缓慢啊，太过即系冇乜力咁样嘅。咁有就呢个疗剂咧可以帮助你咧系即系生得顺产落嚟嘅。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喺个子宫嘅毛病啦，咁通常咧，Sakali 嗰个症状咧，佢一种嗰种下坠嘅痛啦，咁好可能咧，因为子宫即系流即系唔出到嚟啦吓，棘咗喺入边啦，喺个咁跟住咧出现咗咧产后嘅流血啦咁样，咁嗱。我曾经所讲咧，佢有一种下坠嘅感觉。咁大家同大家以前如果记得咧，我哋有一个另外一个疗剂咧，系个墨鱼啦 ，Sepia 咧都有个下坠嘅感觉嘅。咁但系咧嗰个Sakali 咧呢个嘅嗰个黑墨嗰个下坠感觉咧，佢就唔系只系直接向下坠，其实有少少向前方嘅，即系向嗰个腹部嗰方面咧系坠落去嘅。咁同嗰个Sepia 个墨汁咧，个墨鱼汁咧系直接系向实下坠嘅。咁同埋咧有一个好紧要嘅分辨嘅地方咧，就系咧嗰个黑墨咧流出嚟嘅血咧，通常都系黑色嘅深色嘅。OK， 好啦，咁呢个就系关于子宫毛病嘅特征啦。咁第二个地方咧就系我哋叫做踝椎啦，gangrene 啦，有时嘅脚趾啊、手指啊呢啲地方嗰、那个尾端，咁通常咧就一般人见到咧就基本上咧就要手术割除噶啦。咁好得意嘅。呢种咁嘅黑墨嗰、那个呢、这个咁嘅坏椎咧，通常咧佢虽然个坏椎个感觉上咧，佢哋好似觉得好痛啦，嗰种灼热嘅痛啦，咁但你走去摸下佢咧，你发现佢咧其实咧摸落去咧系感觉系凉浸浸嘅。佢个患处咧就唔系一种发炎啊，好兴啊，其实摸落去凉浸浸嘅。嗱，话虽如此，虽然佢觉得佢嗰、那个嗰个肢端啦，坏椎个坏死嗰个脚趾咧。系摸落去咧系凉嘅，系冻嘅，但系咧佢哋唔中意冚嘅，佢唔中意攞啲冚住佢嘅，好怕热嘅。咁通常咧，你会见到呢啲病人咧，虽然嗰只脚趾都烂晒，咁当然咧好多时候因为糖尿病嘅尾期啦，系出现呢个嘅症状啦，咁佢哋会将嗰个脚咧就伸咗出落个皮外嘅，佢亦唔中意攞张皮系冚住佢嘅。咁呢个咧就系嗰、那个。黑墨咧 ，Sakali 咧喺呢种坏椎嘅好独特嘅地方嚟嘅，咁当然啦，好视乎啦嗰个病患啦，去到边个阶段啦，咁我哋嘅过去都经验都好啦，咁如果当你嘅脚系坏到即系烂晒黑晒咧，全部都系脓泡咁样样咧，咁好可能咧都系。
即係設置嗰、那個嗰、那個誒嗰、那個都好難避免噶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喺一個早期咧，如果我哋遇到呢啲咁樣嘅，譬如凍瘡啊，開始有啲初期嘅個壞疽出現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及時咧係採取呢個療劑咧，有機會咧嗰只可以唔使設置嘅。咁呢個 Scaly 咧就係、是、可以應用兩大範圍啦，個子宮嘅毛病，同埋咧係嗰個肢端壞死嗰、那個呢方面嘅問題啦。OK， 今日就介紹咗 Scaly Conutum 黑麥呢個同類療法嘅靈丹妙藥。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